早期的时候，那个严老师还这样问我，哎，你家新宇是经过什么关系到我的班来？我说没有啊，我这个孩子进这个班也是考来的，他考来的时候他还有奖励了1500块，如果说他是经过我什么关系来的，那我肯定要拿钱给他们，我都没有拿什么钱给他们，你怎么会这样子说呢？说你学校里怎么安排的我也不知道，他分哪个班什么班我也不知道，哪个老师我都不认识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，老师怎么会这样子问我呢？